看这一题，他说以20公尺每秒的初速牵直上抛一个物体，若不考虑空气阻力，那么这个球可到达的最大高度多少？当这个球到达最大高度的话，速度等于零，也就末速变成零。那我就用等加速的运动来做这个问题，我现在定向上为正，我就末速的平方嘛，减初速 V0 平方等于 2S 啊， 2A A 是负极啊，加速度是往下 9.8， 然后乘以 S 是 H 的，所以 H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 2G 2乘以这个 G 是带10，这一题是带10啊， 2G G 是10啊，它分之 V0 平方20乘以20，这约分啊，所以是20啊，所以答案是这个20公尺，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B， 20公尺。